tires turn when I roll up. Spin around like a donut. Got a feeling that I can't lose. 终于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了。我洗洗干净的衣服，很过分呢。今天是十四假期的最后一天，到今天晚上午夜十二点之后就正式隔离完全结束。昨天也做了 lateral flow test， 也没有问题，好困。自从猫搬到了这个房子，就变得特别活跃，每天早上五点开始跑酷。这两天还停水了，台湾有时候会停个那么一两天水，做整修做测试。其实停水本身一般不会影响正常生活，除了不能做大扫除这种废水量特别大的事情，因为房子的楼顶有水箱。但是停水当天晚上好像被我弄坏了，不过还好后来想办法给它修好了。所以除了第一天晚上回我老公的娘家洗了个澡，第二天早上去公园上了个厕所以外，就没有受太大影响。好了，起床吃饭。今天开始就可以去人比较多的公共场合了。我们打算先去什么地方？爱买，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店，去逛一下。台湾的杏鲍菇太便宜了，在英国的话可能两根就两三磅了。今天拿到了杏鲍菇自由，哇塞，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 avocado， 跟枕头一样大包的鸡尾酒。这个看看有多辣。